在这儿找厨子是吧？看看啊，行不行啊？这个好。那咱啥时候上班啊？现在。好，好。这个得搁剪子吃，别噎着。哎呀，二力哥呀，这种事儿吧，就别往自己身上揽啊！看您都多大岁数了，还不嫌事儿多呀？啊？不嫌。大哥，你跟那姓吴的和好了是咋的？没有啊。大哥，勒索绑架是要判刑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过去老那套到现在行不通了。哥几个跟着你不图别的，混不混得好是自个儿的事儿，可是你别让大家寒心呐，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不合适啊。谁是里？谁是外？啥玩意儿呢？来，你找我试试。别没大没小的，收起来。恩怨的事儿理不清，帮了个小忙而已，下不为例。你找他干嘛？可惜了。你爸还好吗？你爸年轻的时候也戴副眼镜，两个镜片厚厚的，像是酒瓶底。那个时候他爱下棋，又没什么朋友，只能跟二里下。二里下的不好，这俩整天吵吵把火的。下面有请我们最后一位受奖工友吴德水。谢谢大家。
皇上。哎，立哥，坐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让抽烟。说吧。立哥，菜给我进批料呗。你小子没够是吧？帮帮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之前帮你的那就算帮了。现在我大哥刚刚升职，我也不想给他找事儿。这次还真帮不了你。哎，立哥。弟弟现在确实不容易，手里边本来就没货，再加上外边市场价格越来越贵。大哥那边替他想着呢，你们哥仨一人一份儿，卖谁不是卖？你大哥应该也不会怪你，就得帮弟弟一次。行，最后一次啊，今天晚上还是原来那个点儿，你动作给我小点啊。慢走啊，李哥。先敬个人。哎呀，你说这刚被升为科长，大哥，以资鼓励。哪弄的？大姑父那声波音报来的，正好给你要两张，你就能带着那寒冰一块儿看。哎，多少钱？我给你。给我什么钱呀、啊、你？行行行。谢谢啊，我要走了。干嘛？着急回家？去北京。你去北京干嘛去啊？这次得奖，市里把医学院保送的名额给了我。那你家孩子咋办？我带着。老三，你说你一大老爷们，你带着孩子？怎么了？是觉着在大哥这儿赚不着钱了？我告诉你啊，等我当了厂长，我直接把你带到供销社去。再说，咱们哥仨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要在双塔这儿混出人样。我必须得走。姐来了。嗯，累不？不累。我瞅着累，要去当兵的人了。姐给你织了身新毛衣。哪天走？还有一个星期报到。姐，嗯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不许生气啊。怕我生气你还问？你是不是和姓吴的科长好上了？你听谁说的？都这么说的。说什么？说我这临时工都是看我姐夫的关系。你听谁说的？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个晚上有时间不？干嘛？什么电影啊？武打的，香港片。几点？七点半。晚上我得陪着我弟。多大人了，还让你陪？
们都下来干活了。哟，这兄弟干啥的？拉木料的。皮条搁哪儿呢？皮条？啥皮条？没有皮条。一根木头都拉不走。你挺牛呀！我干他！给我拖过来！你刚才不是挺牛的吗？牛劲儿哪儿去了？再牛一个试试！新罗的。我想弄死他！你敢！敢命！孩子还小，被你伤成这样，但凡要是出了人命，我板定让你进局子。赶紧走！你说走我就走，我兄弟们不答应。真要鱼死网破，在双塔，我吴的水也不是吃素的。今后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咱们各退一步吧。带你的人先走，赶紧的你来找我，我跟你算。林森，小磊，我看看，伤成这样，往后可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有我在，以后跟着我干，我照顾你们。大哥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啊！哎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二爷，你疯了吧你？二爷啊，二爷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二爷，吴赫然认不认识？认识。你俩啥关系？朋友啊。咱俩啥关系？你是我大哥。还知道我是你大哥？现在翅膀硬了，合着外人抢你大哥的舞台，你啥意思？你就因为这事你打我是吗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让兄弟们挣钱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的钱我都给你留着呢。二爷，打我告诉你，钱立马给我退回去，木材给我拉回来，以后别和那姓罗的人打交道。钱啊，我都收了，木料退不回来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好把你带上我俩，你还要打我呀？吴德水，你年轻时候没干过这事儿吗？当领导了是吧？当领导就不要兄弟了，大哥，来来来，打打打！大哥，站开！一个要走，一个吃里扒外，
没有一个把我当大哥。你像他，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二丽死了，今天来找我的不该是你爸吗？有的时候呢，还真挺怀念林场那段时间的。来风山玉林，场子散了，人心也就散了。刚下山的时候，大家还算一条心。毕竟社会上跟场子不一样，慢慢的就七零八落了。二弟下山以后做什么？他混得挺好的，跟外面的人勾搭在一起，就不怎么跟我们联系了。外面的谁？罗和尚。不过二弟这个人呢，毕竟是厂子出去的，讲信用，重道义，听说也掰了。有人说二弟的死跟罗和尚有关。我只是听说啊，并不一定是真的。罗和尚在哪儿？老城区，不过那片挺乱的。哎，搁哪儿呢？搁家呢。来歌厅找我。咱俩见个面。哦。进来坐呗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好，这是老城区吗？啊，对，是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八条。四饼。八饼。刘总。你把车借他的？他自个儿开走的。搁哪儿开走的？我家。你喜欢他？没有。哼，你俩啥前认识的？前几天。咋认识的？这林子里没路了。他来双塔办啥？找塔。双塔没有塔，他快走了吧？嗯，还不知道呢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嗯，等你再见着他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
那个周游啊，他爸叫周平原，5000年死亡，确定是谋杀，别的罪再查。李哥，老七找到了。他爸是干什么的呀？一个大一个教授，退休了。从社会关系上没看出什么疑点。哎，大眼儿，算下来孩子可失踪5天了啊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哎，都怪你看的呀。 专门搞的货车运狗的车，狗运到哪去了？饭馆。饭馆在哪儿啊？市中心，开车5-6分钟就到了。我们现在市中心就是过去的老城区，就很多旧宅子拆不掉，这个新楼啊建在其中。这个区域就是本地人为主，开饭店的、开歌厅、麻将馆、按摩房、茶楼什么。 尤其是老城区，这个区域特别复杂。不准进，干啥不让进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餐馆老板。餐厅老板来了。你就是罗和尚？哦，就找你呢，进来吧。 这店开多久啊？来，大家往后靠一靠啊，配合一下我们工作。今天也换过好几次台子。当时你发现时，这车上就地上，这车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看好了。嗯。 周游，还在说呢，探亲呢？怎么，双塔的案子归你管？有人管，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哎，你就别操我的心了，忙你的去吧。别凑热闹了，都冷吧？你也多穿点儿。老七，死亡时间没办法确认。 李哥，比对过吗？没有，法医只能提供初步判断，只有张鑫，没有孩子。司机呢？司机卸车的时候吓懵了。
连句话都说不清楚。给谁家送狗肉啊？还有别的目击证人吗？没有，卸车的时候就他自己。他有个媳妇儿，在店里也瞎蒙。哎，你看清楚没？你说这老罗家咋的了？前些日子大哥让人捅死屋里，结果眼珠子都让人给挖走了。这才几天呢，他家饭店又闹出人命了。我听说他们哥俩不和睦，老吵吵。你说会不会是？啊！哎呦，不能！哎，走，客人要到了。你雇佣的司机啊，燕儿哥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我们警队的。那车店不都在你名下吗？哎呀，你说这大活人死我店门口呢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这是这。要不这样，你陪我们回队里一趟，了解一些情况。这些事儿平时都归我打理，我大哥不了解情况，有啥事和我说吧。我是法人，我应该配合吧。啊，行，带回警队。跟我走吧。大哥，我去接你啊。回头让老三来。狗肉几点撞的车？十点来钟。四还是十？十。准确点。十点十分。是。中间停过车吗？停过一次。干什么呢？弄块饭吃，完事干活，饿肚子。吃了多久？我们那儿热，爱吃个面，一碗面的功夫。车停哪了？牛市街。几点到的狗肉馆？六点来钟，到了以后天都黑了。路程有多远？不到十公里。是。不到十公里，要一个点。那高峰时期接六呢嘛，那红绿灯就十几秒，能放几个车？这车除了你，还有谁接触过？撞车、卸车就我一个人。啊，我媳妇儿。他是服务员，卸车的时候，他也帮忙。哎，哥，试水温。好。怎么样啊？有点烫。不经常来吧？头一次。来。嗯。哥，你这不经常泡吧？嗯。哥，就是我们店里有一些就其他的项目。要不要考虑做一个什么呢？特别好。改天吧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打折，我做的老好了，真的。我们这店里我手艺第一人啊。嗯。啊，回头客老多了，真的。这样，哎，你去帮我买包烟好吗？谢谢你啊。这个，那真不考虑呀。今儿咱俩多歇歇。嗯，那行吧，哥。我看楼下来了好多警察，是怎么回事？死人了，死在狗车里了，老惨了。被狗吃了。那可不咋地呀，要再晚来一会儿，他就被狗吃没了。他那个狗肉馆儿，嗯，那个咬死人的车是他们家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年狗肉馆好像犯太岁，
前一阵子啊，他们家大哥刚死，这才没过多久，就突然出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你说邪不邪乎？大哥叫啥呀？听说叫丁什么，我们平时都管他叫二力哥。那他怎么死的？那咱也不敢问呢。不过呀，我之前看到他们哥俩在狗肉馆门口吵吵，吵得可凶了呢。你是说那是别的地干死的？别瞎说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们的保镖特凶残，您在外面可千万别提这个。